好几天没摸英雄联盟了。Q 用了是吧 ？Q 用了还敢这么嚣张？水晶瓶的间接，其实我打他们毕竟想出波兰剑的。哎，一换一，这波不亏。哇，这人二级就过来干克，哎呀，把这卖了。这个东西记得啊，没有那个药瓶加的血多。兵线其实不太行，你知道吧？插个眼儿来。哎，真的，剑尖这个 W 技能好难躲。电刑剑尖啊！哦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怎么样能把他这个 W 给他躲了？每回都躲不掉，真的，我就打这英雄，没有一回是能躲掉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难整。蓝不太够了。什么时候升啊？赶紧升个四级呀、啊！我感觉这玩意儿呢，就只能靠走位躲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能用 W 躲，躲不掉。这波回家，位置不错，其实。哎，算了，不回了。这么有钱，推过去得了。正常是不应该推过去的啊。不过我想把这些钱都收了，好收，收，如果你想打剑尖，让他根本没有办法打你，那么第一件装备把它拿出来。我觉得这把出个这个装备其实是可以的。毕竟他们家也属于是半 AD 了，四分之三的 AD。个 Q 来打，再见 A 接双 Q 控线，你看我们刚才那波线没控，他经验就比我多，发现没，他等级比我高。干嘛呀这人呢？真能跑啊，致命点呀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把线往这一控，哎，下边他来，我再杀他一波。他应该是有闪现了啊，不过没关系。我马上闪现也好了，有闪我估计也能死，差不多。你以为这个东西很少，然后呢，我就杀不了你，我都不交闪。你以为我蓝量很少，你的兵很多，你就能杀得了我，我就杀不了你。这就错了，其实还可以控，就是看你优势到底是有多大，优势如果很大的话就可以一直控，毕竟他打不过我们，他有大好像都打不过我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什么意思？不火了，心态爆炸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不打不相识。你这不能赖关赖打野啊，这是他自己玩的不太行。哦，不对，是我们太强了。那我就拆塔吧。卡特来了，卡特来了也就那回事吧。买个小药瓶，卡特呀，兄弟呀，卡特呀，有没有眼儿啊？哎，我这瞎子可挺骚啊！可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双 buff 给我来！哎，三人转，全死。你也得死，兄弟！卡眼 E A， 让他跑，直接一个 Q。一看这黄子就是要闪，要闪的时候呢，插个眼儿，这样我们省个闪。细节一点。拆了吧，一血塔拿完我就无敌了。剑姬应该是挂机了，本来他还没挂机，刚才这波团战打完以后他就挂机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他看着难受啊，他难受，他肯定不能让我好过了，他不能让我杀那么多的人。哎呦！
回血来。不知道卡特在哪里呀、啊？插个眼儿吧。哟，跟他画圈儿来，反正他过不来。一会儿我塔都拆完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！哎呀！哈哈哈哈！来呀！哎呀！插个眼儿，给他插个眼儿啊，扫一下。回家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完事儿，游戏结束。昨天我看那 RW 那猴啊，整了个大影魔刀啊！你说你有那钱出个死亡之舞，是不是无敌了？真的有这钱出个死亡之舞？大影魔刀吧，没啥太大的用，说实话。这女警是真狠呐、啊，兄弟给我杀！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我杀！回血，怕什么玩意儿了你？这波二打四还可以接受啊。哎，走呗！哎呀，没勾着，你勾着他死了，算了，上路收兵吧。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呢，兄弟？你来，踢，别怕。哎，杀女警，再杀机器人，2500，差点钱呢。回家来个死亡之舞，我就能一打五了，差不多。机器人没点烟，然后把卡特一杀，这就没有点烟了，没有点烟，皇子没有伤害，女警没有虚区，机器人没有用，间接人挂机了，游戏结束，下一把，热身完毕，准备去韩服单杀飞。